store all food and wildlife in the campground food storage locker. 哦、他这里应该有，因为上一次我说，我那个不是问他有没有吗？他说他没有 Alice Lake 那里。他是因为那里的人都是可以开车进去的，但是他这里是不能开车进来的，他的车必须停在外面，然后把他们带帐篷走进去搭帐篷，所以这里面是不能进车的。对，到前面他有拦下来。所以那就当时他就说，如果你车可以进去就在你 campsite 旁边的话，那基本上你就放到他要求你放车里，那这里如果不能进车的话，那他可能他就会有 foot locker。 但是在哪里就不知道了。哦，那应该是这个，这个、这不是垃圾桶吗？哦、walk-in campsite。 对啊，这是 walk-in 的吗？这个是$20一个晚上。哦，它 GST 还 included。 你看这里是不能车进去的。 对，然后这是给他们停车的，这是给 walk-in 的那种。对，停车。哇，你看这里的停车场、这个、这个好漂亮。这是两个，这是两个。嗯，这是多少号？42号。如果人多了就可以弄这个。这个地方就是火车轨道了。不过呢，昨天好像到现在为止，只有昨天晚上的时候经过了一辆，然后就没有了。这个是37号 campsite， 这个就是那种可以横着停的，然后你就打开门以后就是直接就是风景，这个也挺好的。这种呢就是 privacy 就会少一点，特别是这旁边就是路嘛，如果往里边去的都会经过，但如果是车就是房车这样挡住了呢，其实也还好。的确需要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还是 drive through 的这种，它这个也挺好，36挺好的，不错，都不错，下次我们可以订36、37。这个是我们的啦，我们是33，我们这个也很美的。Max 又开始做饭啦。露营真的是就是吃睡玩。哇哦，这个浪！他借给我这个了。他们这边比那边好，不是比那边好，他给了我们，还给我们这个小木头块来发助燃，就是助燃的。现在涨潮了，早上我们早上下去拍照的时候是可以走下去的，现在这个水全都涨起来了。对，二傻子，好烫啊！好香啊！对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耶！碳烤茄子。对，然后啪掉地上了。茄子好像不怎么好吃的样子，吃吧，就这了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它这火还是掐了下。尝一下，熟了没有？还行吧，就熟了吧，就是。好吃啊，好吃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多。油不够。 OK， 挺好吃。接下来煮个蔬菜吃，今天吃出了西餐的感觉，一道一道做。这次要推荐一下这个 Costco 的户外餐，真的好好吃，超级亮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开这个灯以后，我自己那个房车上的那个灯都亮了，特别亮。不过当然你必须得是在有电的那种 camp ground 才能用啊。看看现在是5点多，天气这么黑，天已这么黑。
大概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被外面大风刮树的声音给吵醒了。然后那个声音真的很吓人，就是你就感觉那个树啊，就是就在你周围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也不断的有一些小树枝砸到我们房车的车顶上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心里就一直很忐忑，也不敢睡觉，也很害怕，就怕真的有一棵大树砸到车上，那我们就惨了嘛。所以当时也纠结到底还应不应该留在营地里边，很害怕。我们现在还是准备离开这里了。刚才有一个很大的树枝掉到车顶了，就听到咚一声，把我们给吓坏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走，东西就留这里了，小猫咪带走。哇，东西掉地上了，这个吹倒了。哇，怎么这个？现在这个风好大，树枝掉到地上。哇，看，我们这已经有好多断树枝了。天哪，我们必须得先找个空旷的地儿待着，要不然真的很危险。赶快走，外面你看着风现在吓人了，完了，看外面，看到了，哇，那这个我们也过去。这里也倒了，哇塞。先走了，太吓人了，人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我估计大家都有点睡不着，现在灯也是开的，是吗？主要是我们那块掉了已经好多树枝啊，掉了太多树枝了。你看刚才那么大一块，你看到了吧？看到两大块。去拍一下去，你看这里这么大一块，就哇，你看这风，没有给的，你走，里面有人吗？没人，应该是没人。停下，就上次我们过来。你看这个树枝也是掉下来了，那这里也是，地上全是树，哇，掉下来是，太吓人了。哇，这个风！天哪！我们是不是可以停到那个？上次我们停的地方，地上也都是。那里也可以，那地方很空旷，全是新长的树。那估计那里得一直开着车，要不咱俩人。但你这好像开出去了呀？开出去了吗？这不是出来了？对啊，这不是到了这个铁路这儿了已经。你掉头了。哇，这里的风也是。是吧？全都倒了，你看吹倒了这。哇，刚刚有吗？这个树枝？好像有。往前。慢点走，要不然你会 miss 掉。我刚好就已经看到那个路口。我都没看到了。那就这个。哇，你看这个都整，感觉整棵树要吹出来了。这是关门，是没有门的。哎，也有人提
停过来，是不是？这车一直在那停，要不我们停在侧面？没有，我们就停这中间，中间一棵树都没有哎。就中正中间就好了。会不会很冷？你还离那树那么近。嗯。哎，周围应该没有树。没有什么。OK， 就在这儿吧。感觉这里更恐怖。车都会被吹走的那种感觉。是能看到那个。在半睡半醒之间熬到了天亮，早上的风依旧很大，真的是很吓人，可以从这个海浪看出来这个风有多大。我还正在睡觉呢，小猫咪们也没有见过这个阵仗，很好奇外面到底怎么了。值得我一晚上再记住。可以看到这个大铁块都被吹跑，原本不是在那个地方的。现在是早上了，这种场景我只在珠海见过。真浪，全湿了，全湿了。好了，在停车场待了一晚，我们现在要回去看一下车那块是什么情况啊。啊，你看人家这帐篷，我们在，哇，你看这帐篷都被吹成这样了。你看路上都是掉下来的各种小树枝。哇，你这个都。可以坚持一晚，人家比我们胆子都大了。哦，我们那里是掉下了两块很大的树枝。对啊，还有点树枝。我们这根树枝掉的好大，我跟你说，就昨天晚上掉了这根树枝，这么大，要砸下来砸死什么的，这么大。哎，这个还没有，哎，也都快冻住了。别逼，别逼。好好，嗯，现在正在吃东西，吃剩这么多了。刚才我们一边吃饭，刚刚做好饭的时候，我们早上不是回来了吗？刚刚做饭的时候，有人敲我们门，然后就是公园的 ranger， 对，那个管理员敲我们。
一打开门，他就说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现在要清空清场，现在要，因为他说这个风太大了，他之前也见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是很危险的，而且现在，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必须我们顺着原来的路，因为现出去的时候它是单行线嘛，是绕一圈的，那现在有一条路已经被一个大树给倒下挡住了，他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必须是逆行回去才能出去，他说就是让我们尽快 as soon as possible， 对，所以呢那他说已经把我们的就是记录下来了，我们本来是明天 check out 嘛，但是因为现在提前要走，他已经把我们信息记录下来，但是他也没有说会干嘛，他说没有 refund， 但是看看他们说看看能怎么做吧，反正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他没有具体告诉我要做什么。现在Bonnie就开始换衣服了，那我就先还是穿着睡衣出去的，我们是的在里面，对，然后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吃完。某人已经冻傻了，从来没穿了这么多，跟那粽子等一下，一会儿就能看到那个什么，就我刚才帮他们一块拉过来这根树枝，这个掉到我们看到了，能拍到是吧？这个，这个，这掉到我们门口那里的那个，刚才拍了，我帮他们拉过来的，看到了。然后前面你看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大树把整个路都。我们昨天走的时候，这里都还没有。不是，是我刚刚走的时候都没有。我们刚刚没走这边。刚刚走那边。刚刚如果我们当时没想走这边，还得到了。你看，都吹走了吗？就是那几块。是吧？那几块铁。不吹到哪儿去了？那很危险。是啊，所以它浪很大，它不知道怎么吹出去的。你看，它原来是在那儿的吗？整个吹走了，就应该吹到那儿去了。你看它那个原来的还不在这儿，现在都飘这么远了，是吧？它那个风一直吹，它就会一直飘。对，之前还是在那个位置的。我今天早上拍的是什么东西？是可以租的 cabin， 就是住在里边的。对，哦，它是有木屋出租。Okay.车今天早上在那停了一会儿，现在脏得要死。看来我们还是很有危机意识的。虽然没有发生啥，但是还是想一想，要但凡压倒个啥东西，其实是很危险。但凡那个大树啪一下倒下来，就会很吓人。嗯。夏天再来。今天都在下雪。本来说想看雪，跑到一个没有雪的地方看雪。全世界都在下雪，就我们那里在刮风。对，狂风。